等一下。 见过皇上，太妃今日上殿有何贵事啊？光王自小愚痴，久治不愈。本宫欲为光王烧制秘色瓷，观音像一尊，为光王祈福，望皇上恩准。秘色瓷，皇上，秘色瓷乃皇室公瓷。 臣恕，不得此用。臣恕，光王为先王所封李氏藩王，同是皇室宗亲，为何他不能够拥有秘色瓷？如今不把本宫和皇叔叔放在眼里，你等难道要造反不成？太妃息怒。 太妃娘娘爱子心切，烧制观音像以佑光王，实为情理之事，而皇岂有不应之理？谢皇上。嗨嗨，家伙，你去那边玩去，到那边玩去。 色相即色，因果如是，舍利子，此作方丈不胜不昧，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此作方丈不色不非，不见色，不言而。李师傅，怎么样？咱们这都七七四十九楼了，以前都没烧制成功，您看这次咱们这么一支观音像，说点吉利话。 师傅回来了，快点啊！于师傅回来了，大家加把劲儿！哎，于师傅，哎，婴儿啊，哪儿来的？莲花池上飘下来的。哦，海生的爹妈死得早，我们家好几代都是单传呐，我家就少个闺女啊！善哉，善哉，善哉！于秀峰师傅。 今天可是开窑的吉祥日子，这名女婴又出现在此，真是福分呐！那就请师傅您给赐个名吧。莲花，佛陀曾以莲花比喻，修行要远离污染。这名女婴。 又出现在莲池，仿佛观音菩萨现世人间。我看，就叫她莲妹吧。谢谢大和尚赐名。云峰师傅，你快来看，家产。 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
描く方針。実は昨夜ある夢を見たのです。その夢の中で観音菩薩が私に向かってやってきたのです。今その観音様の肖像を描い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当の五代さんに秘則寺観音像を祀っていると昔から伺っておりますが、これはその秘則寺観音に違いございません。それではこの度あなたが唐へ赴くとき、必ず五代山へ行って無人法師を訪ねて、その観音菩薩像を持ち帰ってこれるよう頼んでみてほしいのです。この絵額にお任せください。今世の中は争いが多く、民も皆苦しんでおります。もしその観音菩薩像を持ち帰ってお祭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きっと日本は穏やかさを取り戻し、民も皆和やかな日々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限りなく広がる大海原と未知なる世界を前に、私の心には確固たる信念がみなぎっている。立花皇后の命を必ず果たすと決心す。観音像を我が国に持ち帰るのだ。ただ今の私には唐の仏教弾圧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か想像だにもできない。皇帝诏曰：佛教乃夷狄之法，非我大唐之教，古害生灵，不合先王之教，设立拆毁天下寺庙，增民还俗，于上都、东都两界各留二寺，每寺留赠30人，所废寺院田产皆由朝廷没收，所有钟磬铜像悉交盐铁使萧龙铸钱，所有金银等像令一夜内送官钦此。启禀娘娘，末将奉旨灭佛。放肆！娘娘息怒，末将确实奉皇上恩旨而来。将军请起。深夜召你前来，有一事相求。娘娘尽管吩咐。英王他多次加害于光王，本宫恳请你保护光王。娘娘放心，司马定当拼死护驾。
传，臣尉迟参见皇上。平身。光王信奉佛教，躲在百丈寺里，公然对抗朕灭佛的旨意。听说最近要去五台山。尉迟将军，这是朕赐予你的尚方宝剑。谢皇上。朕令你速去五台山，追上光王，将这瓷瓶中的药酒让他喝下。臣遵旨。光王殿下，司马将军，你们诵经去。是。大师，20年前烧瓷名匠余秀峰为本王秘制的秘色瓷观音宝像，虽然是供奉在本寺，但当今皇上颁旨灭佛，恐怕这尊宝像也在劫难逃。大师有何打算？此下乃太妃娘娘关照，余秀峰师父一生的心血打造，意在保佑光王殿下身体健康，国泰民安，以老衲愚见，可先把他藏于民间。本王也是这么想的。我已派人去请余秀峰师父，他们正从他的家乡Meicenshan赶到我舞台，让他先把观音宝像请回家乡供奉，等天下太平再请回我舞台，这样最好。妙善公主是妙善郎的小女儿，从小慈悲善良。哎，爷爷，这故事你都说了100遍了。父王得了眼疾失明了，哥，为了能让父王治理朝政，我就喜欢听。妙善公主让御医挖出自己的眼睛为父王治病。爷爷，那是什么？哎呀，爷爷，这是个和尚。师傅，你怎么了？哥，快拿点水。哎呀，爷爷都舍不得喝，你怎么给他喝呀？哥，你在说什么呢？你要善待每个你见到的人，要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来。喝点水。慢点啊。谢谢谢谢。师父，您不是大唐人。小子，自东野而来，前去大相拜见入见大师。哦，吴成大师。啊，正好我们也要去五台山，咱们一块儿去吧。20年前，光王殿下遇难时，老衲曾告诫，请光王殿下在外人面前一定要装痴作傻，方可保住身家性命。小王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可是当今皇上对我的疑心是越来越重，他怀疑小王窥视他的王位，多次想谋害于我。这20年，光王殿下做得很好啊。大师是说，小王今天我还是该一如既往地装下去，以不变应万变。善哉善哉。师父，光王，外边有贵客到。哦，
殿下，请稍坐，我看看就回。把这大门关上。于秀峰率全家给大师请安呢。啊，我有急事要和你商量啊。啊啊啊！啊，他叫惠恶，哦，是东营来的，我们在路上相遇，前来拜会大师的。哦，我奉九皇和旨意，帮大党分送三公，学习礼仪文化。阿弥陀佛。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来，安排施主客房歇息。是。啊。哎，将军，将军，不能进去啊！这五台山，乃高祖太宗父子龙兴之地，当今圣上恩准，保留此庙宇。不知为何，兵戎相见。我不是来拜佛的，说，光王何在？老衲，只管每日拜佛诵经，普度众生。阿弥陀佛。给我搜，将军。光王殿下，看来皇帝是多虑了。不过，光王殿下，你可不要怨我。皇上比较害怕你这位皇叔，所以命末将为光王殿下带来了一瓶好酒。见过有的观音像是男像，而且还有胡须呢。观音是没有性别之分的，男像女像是为了方便示众渡人而已呀。这可是皇上恩赐给光王殿下的，只要光王殿下喝了这酒，三天以后就可以彻底解脱了。喝了这酒，三天以后你就可以彻底解脱了？不是我，是光王殿下您。喝吧。既然你不想好死，我就成全了你。于氏将军，休得造次。司马将军，你可看仔细了，我这可是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二位将军息怒。将军，光芒殿下自小脑子有痴，他这次上山是求观音菩萨治病赐福。将军何必和一个病人一般见识？请将军恩准，让光王殿下先去拜过观音菩萨，
待他下山后再另行处置。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叫光王再多活几个时辰。我刚让明法把观音宝像从观音殿请来，你们要携带观音宝像连夜下山。请方丈放心。莲妹，你和这秘色紫观音像同岁，乃大机缘大因果，回到梅岑山一定替老衲香火供奉，不可一日间断。莲妹记住了。我是光王李毅。光王，下面有黑衣人在追杀我。我要送你上西天，剑在你手中，要杀要剐随便，你追杀光王罪不可赦，我是奉命行事，即使你杀了我，皇上仍旧会派人追杀光王的，让你去死吧！不能杀人！哎，莲妹，大人，请不要开杀戒！你闪开！大人，菩萨亦都有罪之人，坏人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他也是奉命行事啊，就饶了他吧。姑娘，后会有期。殿下，咱得赶紧走。光王受了伤，又有人追杀，倒不如和我们一同去梅岑山暂避一段时间，好好养伤。爷爷说过，一切皆有因缘。多谢姑娘。如今方丈会有何相？又一席相求，或有来世，救皇后，令我一定要到五台上，求请密使紫观音宝像回去，有我东引，吉祥太平。此乃好事，只是这密色紫观音宝像，昨晚已经下山了。怎么可能？昨天校董还在宝像下跪拜，或有万里而来。不能惊回密室紫观音宝像，回去一路如常，救皇后复命。观音宝像昨晚真的已随于师父回梅岑山了。梅岑山，他还有一个梵语名字叫普陀罗伽。你给我住海！
贺师傅，来。哎，当心！贺师傅，前面就是于秀峰的家了。哎，啊，我好像在梦中见过这座山。山能在，于此南方有山，名五大洛迦耶菩萨，名观自在。 哎呀，慧二师傅，你把我们梅辰山当成是观世音菩萨的普大洛迦了。普大洛迦，一见七虚面，烟谷集中，泉流隐隐，树木文日，长彩柔软，右旋布地，广自在菩萨有金刚，包胥吉祥，结跏趺坐。慧二师傅，观自在菩萨在哪里呀？ 观自在菩萨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边。御史将军一路辛苦了，下官已备好酒席为将军洗尘。不必了，时间紧迫。 本将奉命捉拿屠魔造反的光王，光王现在已经逃入明州地界的梅辰山，本将命你率兵引路前往梅辰山。秀峰大哥，秀峰大哥，哎，慧娥师傅，连兵，快来！慧娥师傅，快请进。哥，你看谁来了？你请。 慧娥师傅，您来了，哎，给我吧，给我吧，哎，谢谢。今日慧友得见观音宝山，愿以生命祭见贤，敬请菩萨取东瀛。这。 要请密室赐观音宝像，必须要无尘大和尚同意才行。我为密室赐观音宝像而来，请求西主救我家，宝像请回东瀛。等一下，等一下，师傅，现在公王病重，我们救人要紧啊。张大伯，您懂医术，快帮光王看看吧。 这光芒殿下身受箭创，元气大伤，这一路上寒邪入体，命在旦夕呀。那怎么办？去松木与光芒身边帐宇，围成一圈点燃，借松木燃烧之热，熏烤两个时辰，驱走体内寒邪。只是体表肌肤难以长时抵挡如此高温呐。那只能用莲花露水，才能洗浴。莲花露水，莲花是佛法，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卯时取莲花露水收集于瓷坛中，熏烤时不断遇身，以解体表之热。 Namah Lianmei.
观音菩萨总是用杨枝和莲花把甘露洒向人间，救度那些烦恼众生的。咱们的莲妹也是这样啊。照らされた蓮明は神聖で美しく、その姿は私に心臓訓の真理を垣間見せた。生死輪廻の大会の中、もし全ての人が蓮明のように善良であったなら、この世はど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ものになるであろうか。哥。はい。什么事儿？有好多官兵过来了，他们一定是来抓光王的。你们带光王快走，我挡住他们。我和你一起。不行，你们带着光王从窗户逃出去，藏起来。那爷爷你呢？你别管我，你们快走吧，快走吧，快点！爷爷你要小心呐。爷爷。宋大人，我们分开行动，我去村口，你去那边。好，快走，快点。老头，礼仪在哪儿？关王殿下是当今的皇叔，老夫是远乡庶民，怎么能高攀得上啊？官爷，您认错人了。走，老头，关王李一意图谋反，乃朝廷重犯。你若私藏凶犯，可知是杀头之罪。老夫就知道烧瓷种田，不知道这许多。不知道。我们没有找到侵犯，但找到这件东西。说，礼仪藏到哪儿了？我不知。宋大人，宋大人，侵犯跑了！跟我追！快！老爷，老爷，走开！你们，老爷，老爷，我给你走开！你们，快追！老爷，我给你说呀！走开！玉溪北西分，快扶玉老婆进屋。
你是谁？竟敢冒充寡王，蒙骗朝廷命官？我只是救了个受伤的路人。少废话，寡王在哪？不知道。你住手！宋大人，抓朝廷侵犯要紧，你马上去码头拦截。走。五台山，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们扯平了。如果下次再落在我手里，绝不轻饶。你们两个走吧。殿下，官兵很快就回来，咱们走。有些远先主，此次会厄，奉朱皇后之命前来大唐。你和连妹还宣的大慈大悲，临平三感动，当下有宗灭佛，这尊观音宝上会有带回东瀛，护皇后之命。南无阿弥陀佛。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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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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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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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妹，观音宝像不见了，你来看。东洋贼和尚为了得到宝像杀了爷爷。
住！你给我站住！行吧，我从警站队，我怎么会伤害有些人身份？反面就是你，想趁乱偷走观音宝箱，爷爷不同意，你就杀了他，你还想狡辩？出家人不到万人，此次关王哥、司马将军也格外会有作证。是官兵杀的，司马和关王已经走了。你怎么证明？哥，梁太求你不要打了。如果错怪了回去，爷爷在九天之上都不会安心。啊！慧恩师父。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这座观音像是我爷爷20年前亲手烧制出供奉在五台山上的，现在武成大师把它交给我和哥哥保管，我们不能让你擅自带回东瀛，请把这观音像还给我们好吗？莲姑娘心地善良，胸怀若谷，林慧恶，自惭形愧。慧恶，不必带走这种观音圣像。大师去哪儿？缘何故有？缘尽自灭。小僧，要回东瀛，向居皇后复命。南无大慈大悲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爷爷，海生一定要找到杀你的凶手，替你报仇。可是爷爷圣贤常说，学佛之人要难行能行，非忍没忍才是。难道有大悲心，连杀父之仇都不报了吗？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一个坏人，就算他恨得过天下人，但他恨不过因果。那我们就先去找光王，找到他之后，就知道谁是凶手了。
胸中のかすかな貪欲の念が私に一遇の気と思わせた。観音像を持ち帰ることができる。慈悲の心を死した声だったとしても、それは一体の美しき像を持ち去るだけのこと。俗世界が完全でないからこそ、私たちはさらに修行に精を出すのだ。光王逃往明州，妾身受重伤，必不能走远。请皇上再给微臣几个时日，臣必提光王人头来见陛下。皇上，李道长新炼的仙丹出炉了。好。朕再给你十天的时间，如果还见不到李仪的人头，你就用这把宝剑做个自行了断。遵旨。缉拿大唐叛臣，重犯光王李仪，速报缉拿，明路自行。包里什么东西？俺换洗的衣服，官爷。衣服？真的？真的？少废话，官爷。走。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慈公。慈公？看佛像。佛像？你们敢私藏佛像，把他们给我捆了！大人，这兄妹俩私藏佛像。你们两个私藏佛像，该当何罪？来呀，把他们二人每人重打50大板，送进大牢。密报属实，十分可靠。你速派可靠之人，星夜赶往明州，务必找到光王。遵命。笔墨伺候。是，娘娘。将军，我是马元直马公公派来的信使，他让我找光王殿下和您。马公公，怎么找着我的？马公公说了，殿下重伤在身，必然用药，他让我买通全城的药铺，自然找到你们的下落。将军，这是太妃娘娘的亲笔密信，马公公让我务必转交于您。马公公派我前来将您和殿下转移到明州一处的安全地方，那里郎中侍卫都已安排妥当。好。站住！干什么呢？哎，军爷，收粪呢。收粪呢？啊，是军爷。打开看看。哎，好。军爷，您看。那个，把那个打开。哎，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走，赶紧走。啊，好。走走走走。哎。
宋大人，期限快到了，光王还没有抓到，你作何解释？也是将军，光王实在狡诈，不知藏在何处。我想他已经离开明州了。钦犯若是抓不到，皇上怪罪下来，我可是先让你的脑袋搬家。御史将军，您也看到了，下官已极尽全力，毫无怠慢。请将军饶过下官一命，下官定当忠尽答谢将军。你怎么答谢我呀？只要大人饶下官一命，哎，下官把这些金银财宝，所有的都给您。宋大人为官几年了？啊，下官上任五年了。怪不得明州的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原来有你这样的贪官在这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明州知府宋大人财物：黄金6000两，白银50000两，其中官银24000两，首饰3540件，金铸佛像17尊，银制佛像25尊，秘色瓷观音像1尊，夜明珠。什么？秘色瓷观音像，对，一尊，拿来我看。宋大人，你的观音像从何得来啊？是梅森山那两个搭救光王的兄妹人私藏的，我已将他们缉拿。现兄妹二人何在？小人已将他们押进大牢。我们又见面了，说，光王何在？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我说过，再让我抓到你们，绝不留情。传令下去，在明州城内张贴告示：于氏兄妹私藏佛像，放走侵犯，罪不可赦。明日5时3刻，斩首示众。是。你狗官！你狗官忘恩负义！你放我出去！真是！此二人是朝廷重犯，给我仔细看守。若有闪失，你们还有这些僧尼，通通问斩！于氏兄妹私藏佛像，明日斩首。殿下，今日可好？已无大碍了。刚刚我听侍卫说，明日要当众斩首私藏观音宝像，放走我们的梅岑山兄妹。
你去打听一下此事是否属实。殿下放心，这事我去办。我想，尉迟的意图依然是寻找殿下，殿下要万万小心。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马公公为什么要帮我？其实马公公明着跟着皇上，但暗地里心中一直想帮我。爷的仇还没报，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哥，你冷静点。哥，哥，你要干什么？杀了狱卒，逃出去。不行，这跟狱卒没关系。我不管。哎，叶梅，赶紧睡觉，真不知好歹。要不是看明儿你们就上路，老子非狠狠收拾收拾你们！哎，官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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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心情不好，您看，这些酒菜，您就笑纳了吧？这还差不多。将军，于氏兄妹刚刚逃跑了。跑了？是，于氏兄妹昨晚打昏狱卒，仓皇而逃。当时城门已关，想来也逃不出明州城。你去，把大牢里所有的僧尼都给我捆了。是。还有，明日寅时之前，必须把于氏兄妹给我抓到。是。回去，你回哪儿啊？明州大牢。你不要命了？我们逃走了，会连累其他人的。明日午时，咱们就要被斩首了，你不懂吗？哥，爷爷生前常说，要把所有人当做自己的亲人。不行，我要回去。哎，爷爷的仇还没报。我们不能就这么死了，那也不能因为我们活命让别人去送死啊！那你想干？保重。哎，公子，快点！我们兄妹越狱逃跑，和这些僧尼狱卒无关，请大人放过他们。你为了救他们，宁愿自己回来送死。如果他们因为我们送命，也没就算活着，也不会心安的。海生也来投案。海生哥，海生也来投案。我若一人逃了，日后九泉之下，无颜见矣。来人，将他们押入死牢。殿下，
梅森山的那两个兄妹昨天晚上本来约狱逃走，可是他们为了不连累通天宗的僧人又投案了。民女尚且如此，我却在此投生。时辰已到。臣是。时辰已到，开斩！住手！你要的人是我，不要滥杀无辜。官王，你中计了。你佯装斩杀莲妹，不就是为了骗本王出来吗？殿下如此有勇气担当，末将敬佩。先把他兄妹二人放了。放人。撤。殿下，各位齐住。末将失敬了。拿下！是。殿下！谢逊皇太叔李仪回京继位，马元之前往明州迎驾，即日登基，钦此。皇上请起，这么多年皇上受苦了，臣罪该万死。马公公，这些年若不是马公公暗中保护，我早已命归西天。皇上，臣无能。来人，把御史拿下！是。马公公，御史也是奉命而为，放了吧。我听一个司空的女儿说过，菩萨亦度有罪之人，恶人如能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慈公的女儿，就是他。二位善人随我们回京，皇上一定有封赏。封赏就不必了，我和海参哥只想过平淡的生活。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莲姑娘菩萨心令我敬佩。
脸妹只愿天下和谐，少一些仇恨和杀戮。罪臣御旨，五毒攻心，罪不可赦，无颜面对皇上，唯有一死方可安息。将军，众卿平身。皇后様、愛子皇后が参りました。描く方針。当に新しい皇帝が即位したことは知っていますか。拙僧唐から帰国し、終日丹林寺で経文を翻訳しており、皇帝即位の件は存じておりません。そうですか。実は李淵皇帝が亡くなられて、皇叔の李皇后が即位されたとのこと。この度我が天皇は王子の新女方針能に遣唐使を引率して唐へ行かせ、新しい皇帝に祝いの品を進呈するとのこと。そこで私はあなたを学問僧に任命して、他の僧侶たちと共に、そして大使団と共に唐へ渡り、五台山に観音菩薩像のことを今一度頼んでみてほしいのです。爷爷二十年前亲手烧纸供奉在五台山上的。描く方針、あなたを再び唐へ向かわせることはあなたにとって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现在吴成大使把他交给我和哥哥保管，我们不能让你擅自带回东瀛。今も世の中は争いが絶え間なく続き、民は疲れ果てています。これからの日本の平和と繁栄を守るためには、何としてもできうる限りのことをしたいのです。どうか私の願いを聞いてください。仰せの通り、この描く唐へ向かいます。再び唐へと赴くことに私の心は落ち着かずにいる。使命を果たせるのか、この海風も一抹の不安を吹き去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江川様、風が強くなってきたので中へ入りください。どうぞ。皇上，东瀛王子率领遣唐使节来到长安，入住四方馆，等候皇上驾旨召接。司马将军，臣在。你亲自前往四方居，独自带学问僧惠恶先来见朕。学问僧惠恶在大唐经队下船之后，便带领众僧前往五台山了。この先に剣通寺があります。行きましょう。はい。
莲妹，我们终于又回来了。师父，阿弥陀佛，海生，林姑娘，我们又见面了。你个东瀛和尚怎么又来了？还嫌上次的事闹得不够吗？哥，慧月师父一切可好？小三一切安好。阿弥陀佛，慧月师父。简单是学院上慧月带领东瀛三人前来有带上。拜见无间大师。这是居皇后亲手绣制的绣缘袈裟和宝幡，让我们亲手交于无间大师。无间大师，我有此次前来，让侍奉居皇后之命，请主教秘书之观音先生，请回东瀛供养慧娥，恳请无间大师赐予。不行，大师，密色寺观音像是爷爷的心血，绝不能拱手送给他人。慧娥师父，这观音宝像是余秀峰师父一生心血所致，如今他魂归极乐，老衲实在是难以从命啊。慧娥，恳请无间大师赐予。阿弥陀佛。慧娥，恳请无间大师施允。缘何故有？缘尽则灭。阿弥陀佛。お待ちください。お待ちください。走，走吧。これだけ礼を尽くしているのに、何なんだこの扱いは。勝負。無尽法師の同意が出るまで、私たちはここでこうしてお願いするのです。本当に観音像を賜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か。小牧殿、心こそ大切なれです。誠意がなければ観音像を得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
无尘大师，无尘大师，无尘大师，师父。莲姑娘，你有何事？那些东瀛和尚还跪在观音殿外呢。莲妹，无尘大师，佛门之事休要多虑，快点回房歇息去吧。可大师，他们一个个都昏倒了。京城所至，今时未开。哦，阿弥陀佛。是。莲妹，你这是干什么？莲妹与慧娥师父一同跪求，恳请无尘大师恩准。你起来！无尘大师不准，莲妹也长跪不起。莲妹啊，你可知这尊佛像的来历？你可知自己的身世？在观音宝像出窑之时，我听到婴儿啼声，便拉着爷爷在莲花池边捡到你，又因你与观音像同时出现，无尘大师便为你取名为莲妹。这尊佛像一直供奉在五台山，是光武的护身宝像。从此，爷爷就再没烧制过佛像。你说你现在却要把这个东西拱手让人？你对得起爷爷吗？你对得起无尘大师？你对得起光王吗？走。哥，慧娥师父千辛万苦到大唐来请观音像，为的就是保佑东瀛苍生，心诚所至啊。我想如果爷爷九泉下有知，他也会同意的。好，既然如此，我海生与你恩断义绝，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妹妹了。无尘，携五台山众僧，恭迎圣驾。南无阿弥陀佛。无尘大师，别来无恙了。大师，重返古刹，寺内景物依然如故。睹物思情啊！圣上终日为国繁忙，还能念及旧情，老衲感激不尽呐。何人归于此？此二人也算是圣上的老相识了。
慧娥师父，莲姑娘。简单是学院藏慧娥，过见圣上。莲妹拜见皇上。你们这是？小僧奉居皇后之命，恭请观音大师圣上东渡东瀛。恳请无权大师息允。莲妹愿陪同慧娥法师跪求。无权大师，这若无诚心，老衲怎敢将这观音宝像交付于他？今日来，慧娥和尚常跪于殿前，默然诵经，睡时不进，风雨袭身，岿然不动。如此诚心，日月可见。今天老衲可以放心，把这观音宝像交付于你了。慧娥师父，无尘大师恩准了。阿弥陀佛。小僧待居皇后及东瀛臣民谢过无尘大师。好事儿啊，好事儿！一灯之明，亮起方寸。若能以一灯相传，燃亮万灯，万灯之明，定能普照四方。慧娥师父迎请观音圣像与东瀛供养，是传灯之举啊！望慧娥点千灯万灯，将大唐佛法红极天下。慧娥师父，请起。慧娥和尚，爷爷，无尘大师为了弘扬佛法，恩准慧娥师父把观音像请到宫营供养。皇上也说这是传灯之举。我想，若您在世，也一定会赞同的。爷爷，您放心，孩儿会学好烧瓷手艺，再烧出更多的秘色瓷观音像。莲妹其实心里特别舍不得这座观音像，我想去送送她。睹物伤情，用心相送便好。少し風が出てきたみたいですね。ええ。前は蘭花窯でこの水道を出て当館に入ります。和とはこ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しょう。和とは
仏教の六和の精神を意味します。口輪にして争いなく、身輪にして共に暮らし、見解輪にして解決に至り、会話にして共に修行し、理話にして平等を保ち、言い話にして気悦を享受する。もし我が国もこの六話の精神を体得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必ず対等のように平安調和し繁栄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はい、絵描様どうぞ座ってお休みください。絵描様、ご無事でしたか。よかった。南無大慈大願世音菩薩。よかった。蓮明は？蓮明は？蓮明は？蓮明な！エガソン！第一大完全音菩薩、もし我が国の人々にあなた様を拝する縁がないのならば、どうぞお望みのところへ。
莲妹，你说观音菩萨一直站在这儿吗？嗯，一直都在。只要心中有善，你我他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Mahasalvaya